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双雪济南话》，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来的人不少啊，哎，大伙儿都爱听相声，是，起满坐满呢、啊，我很欣慰啊。您又高兴了。好啊，嗯，说明什么了？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哎，大伙儿都爱听，大伙儿爱听。嗯，作为演员来说呢，更得下功夫。哎，您得用功啊。大伙儿这么捧咱们，嗯，咱们不用功不合适，对不起大伙儿，对不起大伙儿。嗯，当然了啊，有的朋友今天没来，嗯，看得出来啊，常来的我都有印象。哦，脑子里都有。嗯，也有几位没来的。哦，没事儿。嗯，不恨您。嗨，恨谈不上，谁没点别的事儿啊？对 对, 对，有事儿忙你的去。哎，打发人把票钱送来。啊啊，不来还买票啊？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就不合适了。嗨，是不是？哎，得懂得交朋友，这叫交朋友啊。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我叫郭德纲，哎，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客气。于谦，哎，于老师，哟，别这么说啊，了不起啊，我很崇拜你。别，在我心里啊，说实在的啊，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哦，真的啊，这是跟您说实话啊。是啊，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嗯，就是一堆屎。于老师不一样，我两堆，我比别人多一堆。不是啊，我就想捧您呢、啊、您这是捧我的吗？说您好啊。好就两堆屎啊。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有演过几个？演过很多电视剧。没有，也拍过广告。对，最近又接一大活，哎，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也不太露脸，发财了呀。啊，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哎，您太客气，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了啊。是是是，常听相声您都知道，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是，就拿这说来说，嗯，嘴里边得干净，这是功夫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干板剁字，对，大珠小珠落玉盘，您得听清楚，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是是是，哪怕您坐的剧场最后一排啊，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得让您听清楚。平时得练呢，得下功夫。哦、是啊，绕口令哦，报菜名是地理图，嗯。扇平，这都是贯口。夸住宅，哎，对对对，都得练。嗯，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现在学这个。哎呀，我们都下过这功夫啊。啊，对，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您从小学相声，你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哎，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铁个丝儿，麻豆腐，铁个丝儿，麻豆腐，反正都得下功夫，你知道吗？还下功夫呢？这得下功夫。报菜名，麻豆腐都上来了。我、啊、这是今年新款的啊，没听说过。得下功夫练，您就没好好练。说学逗唱，逗很主要啊。那是啊，说相声的不逗。没意思，那就是没跟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嗯，对口的人民日报，那怎么听呢？对不起大伙儿，哎，唱、啊，唱什么呀？唱的是太平歌词，那、啊、这是我们本宫唱。那有人说了，唱歌、唱戏，嗯，唱小曲儿、唱大鼓，嗯，这是学唱，哦，这属于学。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对啊，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开始唱这个，嗯，后来呢，唱着唱着出一水花，你知道吗？站在水花里边唱啊。您这行了。您这口吐莲花，哎哎，对对，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算了吧，啊，算了吧，我这跟他们不一样，我用铁棍打，你知道吗？人家
很多词是瓷实。行了，这我得自己来。这个还有这个学啊，都说学啊，怎么叫学？怎么叫学？学说话也是学，啊，学表演也是学，对，学方言也是学，各地方话，学唱也是学。哦，在这里边，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哦，地方话，不会说地方话，嗯，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哦，那也叫倒口啊。对啊，嗯嗯，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对，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这叫什么呀？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哦，方言不一样，各不一样。嗯，举个例子来说，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哦，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这还变不一样是吗？清朝末年，清朝的时候，嗯，走到街上，你听俩北京人说话，嗯，跟现在就有区别，是吗？那会儿来说，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哦，提笼架鸟。有出了茶馆，嗯，进澡堂的，一天到晚就这出，嗯，没别的事儿，哦，人见面也是，有的是充分的时间，废话说的相当的多，哦，聊出来全没用。街上胡同口啊，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哦，这一聊天，嗯，干嘛去兄弟？哎，嘿，大哥，我这刚喝茶去了，哦，上哪儿喝去了？这不是门口那个太玉茶馆，上那儿喝去，嗯，别上那儿去呀，嗯，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啊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哦，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嗯，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儿那家喝，哦，那成，哪天我上您那儿去，嗯，您今儿这是干嘛去，嗯，赶紧家走，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要哪个刘二爷？嗯，就这大胡子刘二爷，你甭听他了，他说话没谱，嗯，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嗯，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嗯，我那儿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胡子，嗯，还有几个哥们儿，您瞧咱这玩意儿地道，行嘞。哎，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你嫂子和面了，中午咱们烙肉饼吃。不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儿烤着呢，烤西葫芦炫成丝儿，搁着羊肉获得了一包。呵，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您都不知道，就这么香的，去不了了，家里忙着呢。这不嘛，下午你弟妹说了，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买什么料子？嗨，就随便买点，做几件衣裳什么的。那这么着吧，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我给您留地儿。那当然了，咱哥俩交不离梦，梦不离交，这不胡家将说的吗？什么胡家将？杨家将这么说的。我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呵，你瞧，你说想起来了，是杨家将说的。交不离梦，梦不离交。明儿见你了，明儿见。净废话啊！好吧，一句有用的都没有，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哎，辛亥革命之后，嗯，满清王朝倒台了，有铁杆庄稼没了，嗯，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是，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嗯，就简单多了，是吗？干嘛去？拉车，完了，嚯，干活挣钱吃饭了。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哎，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好玩啊！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什么挠鸭子了，嗯，褶子了，姥姥，这个很少能听得到了。嗯，啊，这是北京话。离着北京往东40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有啊，通县呢。嗯嗯，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有口音了。啊，你这离着40里地，对对对，就改了。我有一朋友是哪儿的？聊个天是吗？啊，他们管这个没过来，没过来，咱们都说没。于谦来了吗？嗯，没来，没来，没来。嗯，通州不这么说，他说什么？没来来，没来来。于谦呢？嗯，没来来。说我没来，那，啊，没来就把得加来啊，没来来，没来来，多这么一个字儿。哎，啊，哥哥不叫哥哥，叫格格。哦，我哥哥，我格格，叫格格啊。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嗯，我家里哥几个呀，啊，我还有三个格格。哦，我问他，你爸爸是皇阿玛？什么呀？啊，皇阿玛像话吗？趁仨格格吗？啊，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口音就重了。好多朋友聊天，嗯，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爱骂，敢骂，你敢骂，哦，那个骂，他这闹不清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口子边，嗯，一个麻花的麻字，哦，也骂。对，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是吗？啊，俩人见面了，你敢骂去？我不敢骂。那怎么骂？干嘛呀？什么呀？说什么呢？他
们俩人就听懂了啊，外人一概闹不清楚。对了，全糊涂，什么干什么，打算怎么着，好了坏，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哦，啊，天津街头俩人碰见，你听俩人说话热闹是吗？很幽默啊。怎么说？干嘛去，大哥？那敢看戏去了是吗？好吗？呵，一大花帘啊，一三流壶，大花帘拿俩摁摁锤，三流壶拿白拉杆，俩人打见一热闹啊，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哎，没看明白，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这是天津 啊，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哦、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哪几个字？滋、鸡、吃、呲，闹不清楚。这四个字闹不清楚。你、哦、比如咱们这儿说，买一只老母鸡，嗯，老母鸡，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老么子，嗯，皮肤的皮，皮叫呲，我呲啊，费多大劲儿啊，够狠的，有假牙都得脆出去是吧？好嘛，行了，呲，那么着事儿啊，呲，洗脸，洗脸叫死脸，死脸脸啊！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嗯，早上起来喊我洗脸，嗯，大哥，死吧。死了！哎，你先来，你先说。开始啊，坐下。死。合肥有一个绕口令有意思。哦。从肥东到肥西。嗯。这是两个地名。哦。合肥的东边，合肥的西边，俩地方。肥东，哎，从肥东到肥西，嗯，买了一只老母鸡。哦。搁在河里洗一洗，一洗净是皮，花了1.44块。哦。这是咱们说，用合肥话一说，你听不懂。怎么说呢？从肥东到肥子买了一只老母鸡，搁到湖里洗一洗，滋嘎滋，花了1.44块。什么乱七八糟的？外语这是啊，听不懂，闹不清楚。嗯。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是吗？北方语系哦，包括这个河南方言，我认为有意思。河南，河南方言多有意思，是吗？干啥去你啊？那干啥去？啊，那美国总统布什啊，就说这个嘛啊，干啥去？布什说河南话，还请一河南家教，你知道吗？嗨，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这家教不怎么样啊。我上河南演出去，啊、早上起来看着卖那胡辣汤的，哦，一边吆喝一边卖，听着河南话这个甜呐，有意思。啊、胡辣汤北方北京没有，对，河南当地喝这个多，地方小吃什么海带丝儿啊，嗯，豆皮儿啊，对，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海带什么都有，煮的挺好，嗯，拿个勺跟这儿，哎，胡辣汤。怎么了？挑出一只袜子来啊！锅里啊，长筒丝袜哟，胡辣汤，胡辣汤，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你看，嗨，是海带吗？那个脑子快呀 啊！起个飞智啊，都搁这儿了，这一波都卖出去了。啊、要说好听，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哦，山东话啊，山东不同地区呀、啊嗯，不同的方言。哦，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哎，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是是是，两人街上说话跟打架似的，还那么哏，他那话硬。对对对。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哪儿啊？比如说山东济南。哦，那首府啊，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对对，两个人说话听很幽默、啊、非常有意思，是吗？今天这样，嗯、啊，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好不好？这个，咱们还俩人学，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非得俩人来。哦，那这么说是有情节，他有一个小故事。哦，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是？哎，按照年龄来说呢，你大我一岁，我长一岁。哎，我呢是你的父亲，对哈。啊，什么呀？您这是怎么了？我长您一岁。对呀、啊，怎么还您是我父亲？这很神奇啊，这个，对吧？我听着也是很神奇的。那你慢慢琢磨、啊，怎么琢磨呀？你偷着美去吧，你啊！我美什么呀？我这多可乐这个啊！什么呀？你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啊、哦，都有钱。我们家非常有钱。嗯，你们家也有钱，但比我们要差一块。哦，两边还是邻居街坊，两个孩子一边大、嗯、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让你管我叫干爹。
哦，干爹，干爹，他不是亲的啊。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是吧？这也没什么踏实的，这就宣愤了，这就知道吗？行了，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嗯嗯。后来呢，都长大成人了。嗯。我到北京做生意。哦。你呢？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嗯。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哦。吃喝嫖赌抽，沦落街头。嗯。无意中，咱们两个人遇见了。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哦，你富有了，发财了。啊。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沿街乞讨要饭，因为这种关系，我是他的父亲。大家知道是吧？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知道吗？啊，我受不得啊！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啊，我就决定周济你。两人话来话往，这么一聊天，大伙儿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那么有意思，有太好玩了。哎，行行，好不好？好好好，这就开始了。哎，好。哎呀，你这样儿也不像你，我啊，你这又白又胖的，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那您看，你把这个扣解开点，这扣，哎，这解开，解开，这扣解。这哎，啊，简简单单的，你需要哎，啊，服装上咱们，哎，你看，好、哦，这系上一下，这样稍微就好多了，啊啊啊，哎，对，把这个解释吧，啊，哎，不、哎，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就这样了，作比成样、啊、是吧？好好，可以，嗯，还是不太像啊，这个太整齐了，我看看，哎，你们谁带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有没有小一点的啊？您这小太小也穿不进去，就是简简单单的啊。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看看，哎，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是吗？您这也称得上是料子呀？啊啊！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来来来。来来来，来伸袖，伸袖，还有袖啊？哪有袖啊？来，好，这好，这个还贵不在贵，你知道吗？哎，这有这么一个，当时就见形啊！哎，还挺款式哈，还款式呢，这是特意给你裁的，你看了吗？没听说过。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还有饰物，一点饰得有一点。没有哪行天也冷，你知道吗？你这个说实在的啊，这就讲究多了，你看吧，你们孩子那戒了吧，这是不许瞎说啊，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嗨，还不如戒了呢。你哎呀，哪儿学嘛来着？这都是这个脸也不像啊，你这正很精神，这满面黄光的，你看黄光还精神。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小小装饰，这个化妆来说呢，这是很主要的艺术形象的塑造的一个化妆，离不了，你知道吗？嗯、哦、嗯、哦，这是很主要的哈。什么玩意儿这是？你管他什么玩意儿，玩意儿呗，这是。你把这头套摘了，把这头套摘了。我这是头套啊，我这是。这是什么呀？这原来那儿的头发。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嗨。头发掉，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啊，是吧？那怎么办？这是很，哎呀哎呀哎呀，我不想这样啊！说实在的，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吗？您不想这样，您带着这东西来？哎，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很神奇，这东西啊！于老师，于老师来，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让大伙儿看看，来来来。什么模样？我也没看见这自己。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要了饭了吗？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您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啊。哦，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不像这玩意儿。有个帽子吧？啊啊，这当我那礼帽是吧？嗯、啊，当礼帽。用得了这么些吗？您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是我那围巾啊！这是围巾。你看过《上海滩》吗？看过啊。这许文强是吧？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他能随时去一块儿。对。您说这许文强啊？许文强啊，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谁告诉你？好不好？哎，行行，好吧，这样吧啊，我这是大烟袋啊，啊，这号大烟袋，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我拿这个，这你要饭抱着砂锅啊、哎，对对对，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啊，
烟袋啊，烟袋。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你从这地沟里爬出来了啊。我去这地方啊？你跟街上，你正工作呢，正工作呢。我上个地沟里工作呢。你捡吃的，捡吃的，这就来了，这就来了。好好好，这边啊，那事儿那的，你说。是个狗吗？谁是狗啊？不是，你看谁是狗啊？怎么了？怎么你这眼睛不是狗？谁是狗啊？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你学名叫狗啊？学名叫狗啊？大户人家学名叫狗，你知道吗？那我小名呢？小名叫狗子。哎、嗨，就甭小名了，咱就叫我喊你答应啊！答应，我喊你，你得答应，你还得喊我，哎，你不是我干爹吗？你得说出来啊，要不大伙儿不知道这关系，知道吗？知道还得叫啊！你看，你要嫌麻烦，还得重教你，要不？哎，别别别，好眼见，留眼晃。不，行了，行了，行了，不要那个。呀，这不是个狗吗？哎，你不是干爹吗？哎。咱答应多痛快，你看了？是你痛快，我可别扭了呢。孩儿啊，你怎么咬了饭了？啊，对呀。哎呀，怪可怜的。是啊。好几天没吃饭了吧？啊，都老没吃了。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怎么办呀？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您看，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怎么办呢？我把眼闭上吧。哎，闭上啊，睁开吧。我问你，看不惯你闭眼呢？我得管你啊。你得管我呀，孩儿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你看怎么了？多少年没回家了？我十年了。十年不回家了？对呀。家里事儿你都知道不？说嘛事了？你也不知道啊？这不是跟我说呀？了不得了。怎么了？那一年家里出事了。说嘛事了？闹了天气了。哦。哎呦，那个雨啊，那个雷呀、啊，咕隆隆，咕隆隆，咔嚓一个雷呀、啊。怎么？全村里劈死二十多个老头啊！我劈死老头了，二十多个老头啊！怎么回事呢？那都是坏老头啊！做嘛事了？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嗯，那全给劈死了。先生啊，我爸爸没事吧？啊，放心，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人好啊！把你爷爷劈死了。哎，行了，回来了。这个大伙都说了。还说呢？说顶了个顶，顶了个顶。啊，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雨下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哎，嗨，行啊，你就别说了。那个俺爸怎么样了？你爹呀？啊，好着呢。好吗？你爹可了不起啊！怎么？天天吃的饱饱的，没事他都练着打圈啊。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出去，他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那为嘛呢？他为了耍流氓，还这个呀？吃饱了喝足了，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打那边来个女的，你爸爸往外边一蹦，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啊，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吓着了，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抻刀了，是个练武术的啊，好嘛，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摁住了，打嘴巴子，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好家伙，打的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哎呀，这也挺打的，你就不用往前说了，打的你爸爸往前跑，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掉粪坑里了，张着嘴下去的，哎呀。全村人都说这是个好事啊，好事呢，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哎呦我的妈，就是大伙儿都说了啊，表了个表，表了个表，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雨下一窝狼，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淹死了老头臭流氓。表了个表。不，你别说了。嗯，那个俺媳妇怎么样了？你媳妇啊，络腮胡子那个。哎，你媳妇络腮胡子？不是，你哪个是你哪个？什么？我娶了媳妇走的呀。哦，娶了媳妇走的。对呀。全靠你媳妇儿了。是啊，你爹也死了，你爷爷死了，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对呀，全是你媳妇儿管着。哎，开了客店了。哦，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是啊，大伙儿说了，点了个点，点了个点。这就甭点了啊！我们家改妓院了，是怎么的？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啊！什么点了个点？好啊，好啊。那我呢？你有了办了你？我怎么办呢？你想好不想好啊？想好你得周济我呀！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对呀。要饭也能挣钱呀、啊？怎么挣钱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你给我出个主意。有几句词儿，你把它学会了不？有词儿呢。你得这样说呀。我怎么说呀、啊？好可怜，我要了饭，怀里头抱着黄瓜罐，连三天我是没吃饭，饿得我这个金灯银星一个劲的转。您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小孩子都乐的包子馅儿，珍珠玛瑙翡翠串，来这么十几串。
串，身上愣不着打这儿这儿，您就拿回腿面衣给我几件，我这不是在要饭，饿病少的这出汗，照这样说有三天了哈，发财了，我打死你了，对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西征梦》，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哦，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哎，人不少啊，嗯，我很欣慰啊。老词儿，多来吧，多捧啊，对，多捧他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相声演员。于什么来着？忘了。于谦。哎，对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闹不清。于谦，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多捧。这位还真相着我。我很喜欢你们这行。相声好啊，好，弘扬真善美，对，藿香正气，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就是有什么叫藿香正气什么？您说的就不对，哪有药材相声？反正好，说相声好，好就完了吗？太好了，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啊，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嗯，这什么词儿啊？这都什么坐行这行？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哦，您不是干这个？你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啊？哎，你瞧我这身军装。哎，您这军装啊，这是？我是一个军事家。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哎，都知道啊。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似的？军事家。军事家上桌子干嘛？你看，您。干嘛呀？敬礼啊！您这是敬礼呢？这是敬礼？怎么了？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您这敬礼算是什么呀？您这是？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带着枪？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手榴弹1块钱6个，我先扔你100块钱的。嗨，没那么便宜！不尊敬军事家啊！这到哪儿去？呼啊！知道行，打枪，手枪，崩弓的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嘿，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嗯，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没听说，我是老河部队的。什么部队您呢？老河部队。老河部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哎，你不看电视啊？电视上有吗？世界有老河部队啊。嗨，维和部队。什么叫维和？维持和平啊。老河呢？不知道。老得维持和平啊。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这部队，我说实在，老得维持。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知道吗？哎，啊，你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紧紧我这武装带，武装带都杀里头。你不知道啊？不知道。1997年啊，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嗯，都聚在一块儿。什么叫法人呢？您这各国负责人，这首脑，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吃早点的日子，首脑，大伙儿聚在一堆儿啊，大伙儿开会啊，世界上乱。哦，净这些搞乱分子，知道吗？搞乱的，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哦，以后当时就定了，定了，就找一地培训吧。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上哪儿？瑞士，瑞士不干。哦，我们是中立。哦，不掺和，不接待这个。哎，法国怎么样？不行，法国忒浪漫啊，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
您上那儿干嘛去了？日本啊，吃生鱼片怕闹肚子，全毛病。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美国，通县。通县。那是国家吗？通县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许你侮辱通县。怎么了？通县永远是我家国，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嗨，你这都不挨着，这都喜欢在通县那儿，喜欢就去吧。都跟那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啊！你这一百来人都聚一块儿上通县了上课。嗯，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啊？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别说 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他上完将就下士卖去呗。好嘛，卖大将来，卖大将干嘛？没上士，老师，早晨都站齐了，嗯，站齐，大伙儿先做操，知道吗？还练这个？先做操，嗯，然后做眼睛保健操，全想起来了。都做完了，嗯嗯，唱校歌，校歌都站一块唱。哦，你本是关门后上岗的人品，是真秀啊，敢领我播放的诚心，想不到吧？别唱了，别一高腔，什么高腔啊？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这我们校歌，校歌啊，校歌是评戏，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哦，人发一本《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哦哦，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哎，太不礼貌了，您这孙子兵法是啊，他就叫这名字啊，学都学完了，学学了有一年多，嚯，毕业之后啊，就地解散，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也没有单位要我们，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怎么弄这不是？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哦，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嚯。都散了，那走吧。后来出事了，出事儿，美国有一大楼，嗯，咵让人家飞机给怼了。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都闯了，世贸大厦怼烂了都啊，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了，急了，这才着急哦，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2来斤，不至于，找吧啊，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我找。还世界一片和平，嘿，哪有啊？没有，不好找，人才少。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什么名字呀？跟总统说啊，中国北京好、哦、有一郭德纲，找你了不起，军事奇才，好、哦、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嚯，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爷，嗨、哎，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找我难了，怎么呢？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没电话，我用一 BB 机传呼台就听了，你知道吗？什么通讯工具？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下功夫。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哦，哎，后边有人来我，哦，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哦，呼，一女的，啊，漂亮啊，嗯，外国人，呵，金发碧眼，漂亮。我说等会儿啊，嗯。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啊啊，没打通，不要钱啊、哦。公用电话。我、啊、说那什么，我是郭德纲，啊、哦，你怎么着？郭先生你好。嗯、啊，你和不这这啊？您刚金发碧眼呢？废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闭眼。瞎子呀！对，那还漂亮什么呀？好看着呢啊。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搭档的事儿。啊啊，让着来，坐，来，马路边上就坐下。坐。什么意思？打打通花多少钱吧？嗯嗯，给你1000万美金。嚯，让你搭档去啊！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什么叫干得过？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连表都没有。掏出一表来。嗯。一摁，叮。现在是12点。来，拿着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到点吃饭。咱们吃饭去吧。嗯啊。凯宾斯基。嚯。不能丢中国人的脸，那倒是。凯宾斯基上好地方，旁边那削面，哎，嗨，刀削面，来走，吃饭去，坐在这儿，来四碗面啊，四碗，三碗大一碗小啊，他吃一碗小的，嗯，我吃2碗大的，嗯，还一碗呢，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好嘛，一家子饿嗝，回去。
啊，拿辫子算过来啊，还吃蒜，包包蒜，嗯，吃，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嗯嗯，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哦，还得写字据，掏出合同来了，嗯，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嚯，明晃晃，夺人耳目，嗯，冷森森，要人胆寒，哇，这杆笔啊，是笔吗？这个三十来万是吧？嗯嗯，好。许久没写了，啊，签字，嗯，你得先给点钱，管人要钱，得给定金呢。哦，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个黄了怎么办呢？嗯，是不是有定金？他说先给一部分，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这个说有给十的，啊，10%，给15%的，15%，20%的，20%，30%的，那30%啊，我得给50%，那不少，多吗？50%不少。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啊，给我吧，嗯，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是这个。不，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啊！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嗯，就一张50%的，就50块钱呢，美金，美金也不像话呀！这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啊，这事儿定死了。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好，10号，长治，你去哪儿？嗯，我回大使馆。我回大使馆。你怎么走？嗯，我坐300。哎呦！坐300回大使馆呢，这燕莎这块凯宾斯基这儿没有300啊，就是啊，有一辆区间的，嘿，好嘛，这外国人这儿还挺熟。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搀着，嗯，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回去吧，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啊，你没见过媳妇儿，没有，漂亮，是啊，大高个，嘿，大脸盘子，嗯，瘦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哦，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我看的呀，还。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怎么1000万美金，有钱了，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开什么店？咱们干一公司做买卖，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嗯，当老板，嗯，天天前面雇10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干嘛？我挨个骂，过瘾呢，这我要报仇啊，天天骂带红箍骂，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干嘛？我媳妇儿扫厕所的，换工作啊，我给你安排安排啊，嗯，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哦，买10块钱的水疙瘩，50块钱也不经花，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嗯，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都吃水疙瘩，周日翘点青豆啊，嗨，不怎么样，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嗯，都7号。7号，他让我10号走，哎，3天，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这就走。哎，太早了，我住着远，我住在石景山里，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我走着去吧，走着上机场啊，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啊，直升飞机，哎，那好啊，你这玩意儿啊，直升飞机接您一人啊，嗯，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驾驶员。飞行员，飞行员，啊，对对对，戴大皮帽，对，风镜，哦，大口罩，军队啊，嗯，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去了，那不是口罩啊，皮夹克，嗯，大皮靴，飞行服啊，嗯，坐着抽烟呢，嚯，嗯，别抽了，来了，咱走啊，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啊？您这什么飞机啊？这干嘛？把手套戴上啊，哦！你坐稳了，坐稳了，知道，坐稳了。我吊着，我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儿有根白绳子头，头一蹬这个，飞起来了。这飞机也是柴油的，直升飞机。我痛快啊！哦，好啊，往下看，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嗨，嗯，我很痛快。嗯，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那怎么就落下来了？加油！飞10分钟就加油啊？开到加油站去。啊，嗯，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嗯，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啊，这边，掏出钱来，啊，加30块钱的。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油箱小，小也不能那么小啊！拿过那大枪来，啊，屋里头看那表，啊，走吧，也就这么会儿。一扽绳头，突又起来了，开了有40来分钟，啊，回头问了，哦，你去过美国吗？
没去过。你是没去过。你呢？我也没去过。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俩不认道的，这怎么办呢？这啊，要不咱俩问问？问问？哎，问问吧，问问。哪根道啊？你捏闸呀？您这越说越不像话。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下去了，下去了，下来吧。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美国西部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哦，我赶紧过去。嗯，嗨 ，hello， 会这 ？hello， 嗯、啊，老头一回头，嗯，打呀、啊，好嘛。这是哪儿啊？问问吧。铁岭。铁岭。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还有站呢。老夏，嗯，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村长知道。估计他不认道。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嗨，这爱植物学什么事？回到飞机上，我们俩上去怎么办去了？啊，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啊，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哪有那么些针？各种仪器，指北针、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了。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这还落后？去那儿咱们就先进的办法。什么先进？扔鞋吧！哎，走，奔这边拍。您这比那还落后呢，我听你的，突就起来了，直奔美国，不够折腾的，开了半年多吧，半年多，加了70万多回油，小油箱，终于到美国了，哦，还真到了，飞机上往下看，没错，没错，怎么，底下横幅写着呢，写什么呢？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郭德纲师傅，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啊啊啊！飞机缓缓下降，嗯，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还跑，刹车坏了，嗨，跑吧那就，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啊，把门开开，嗯，咱俩把腿搁外边秃噜着，这当刹车呀？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没听说过，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秃噜了，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好嘛。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这位还真实诚，行吧？谢谢啊，谢谢啊，甭客气了，你这算工伤啊？行行行，我走了，我走了，走不走？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不得蹦吗？打飞机上下来，嗯，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哦，穿着制服，嘿，中山装，接您来了，皮包，啊，戴鸭舌帽，过来，白宫的这是。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这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那是啊，啊，接下来了，嗯，好，等您好好些日子哈，啊，飞了半年了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嗯，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嗯，总统都急坏了，哦，好，接我那车呢？车，咱们打车，美国打车呀，啊？打车，行行，这有车，拦车，嗯，这1.6块都不能坐。美国出租也1.6块啊，总统好算计，这不给报啊，哎，1.2块的来了，1.2块的来了、啊，1.2块的车门开开，嗯，我才不坐头里呢，怎么坐头里得结账，嗯，坐后这份算计，后嗯，车直接奔白宫，嗯，一会儿功夫到了，呼，这个白呀，啊，刚刷了浆啊，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有女的，哦，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是是，记者呀，哦，媒体，对吗？哦，我要留神说话，哎，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对，丢中国人的脸，想得周到，往下一走，嗯，这帮人全过来了，说什么？师傅要盘吗？卖盘子呀，这是媒体吗？这个，你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这哪儿有啊？他们迈步往里边走，嗯，正当中大水池子啊，洋灰池子里边假山，哦，呲水，白宫里头底下有横幅，哦，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白
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上台阶啊，上台阶，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哦、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哦，一看我来很高兴。嗯，白了呢，连着钱着呢，没喊脱光啊。哎，脱光了、啊、不是澡堂子是怎么？你还懂这个、啊、礼貌啊，礼貌。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嗯，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哦，你咋才来呢？我说对对对对，干啥去了你？别龟孙，别说了，马姐有事说事啊。什么呀？啊？你说，你说什么？不时怎么这味儿啊？不时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嘿，不怎么样，还以为这就普通话呢。啊！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人没瞧见你了？你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打仗的事儿，你行了行了，打仗你啊！普通话怎么样？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您学普通话得了，说不这么利索啊！我难受啊！行，我这事儿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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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BB 机响啊！不时这台没停，这啊，阴险的，嗯，阴险的。挂着链子，嗯嗯，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什么事儿都这个。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吃饭。嗯，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今儿为了你来吃海鲜嘞，先点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龙虾我今儿吃你的啊，好东西，跟那块走。嗯，哎，地下室是食堂啊。哦，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正在那儿。嚯，大龙虾。哦，今儿我算来着了，吃吧，我玩命吃啊。嗯，今儿不就干的我，知道吗？光吃龙虾，吃饱了没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哦，这龙虾碟子1米4，大呀。好，光龙虾我算着，啊，1000来个，包吧，喝。麻辣小龙虾呀，辣呀！行了，太辣太辣，这点出息吧，太辣，吃，高兴啊！嗯，那个郭先生，先别忙吃，嗯，打仗这个事儿您算是赢了，我说赢了，赢了，死啊！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嚯，你瞧，嚯，委任令39号办，嗯，不行。不行，这不行，是不行。我穿四衣的，买鞋呢似的。正说着呢，啊，听地面上，哦，又敌人进攻，啊，这就来了，呼，恐怖分子来了，哟，这是欺负人呢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是，难道说不把军事家？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啊！我去，你去，推开我这龙虾盘子，迈步来到楼上。嗯，远处硝烟弥漫。哦，这可不行。哦，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啊！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哦，德国钢盔，帽大眼小，白地红花。嗯，拿起来扣脑袋上。钢盔，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了，杀呀，冲啊，加里个滴。什么问题？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吃饱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做梦啊！在相声界啊，有这么一句俗语，那就是“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那么今天呢，郭德纲老师要把“文章会”“大保镖”这两段相声一起奉献给您。好，首先就请您欣赏由郭德纲、于谦为您带来的相声《文章会》。这挺多，各行各业的都有，是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嗯，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炭的，卖葱的卖蒜的，嗯，卖火腿的卖茶鸡蛋的，卖什么的都有，他全知道，各行各业全都来听相声，对，都喜欢，说明你们这行啊好，是啊，嗯啊，好好干啊，是好好干，有发展，谢谢您，我坐下你们这玩意儿，您这词儿老点儿，我坐下你们这行啊，喜欢，很好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咱们两个行业联合干点什么？哦，
哦，咱们两行，您不是相声演员是吧？哦，你拿我也当说相声的了？我这眼拙，我没看出来您。嗯，怎么了您？你再看看，你再来了，你再来了。我这不行，我这眼睛不行，眼珠了，眼珠了，不是，猪眼了，猪眼了，你才猪眼了呢，不是眼拙了，眼拙了，哎。没瞧出来吗？看不出来，从头上到脚下，嗯，这个精神，这个气质，对，这个言谈举止，这个表情动态，哦啊，你仔细看看，文人啊，您是文人，文人墨客，哦，这文人就都坐在炕头上是怎么着？您下去，坐惯了，嗯，没看出来吗？没看出来，大学问家，您啊。有学问的人都不系皮带呀，是怎么？大学问人哦，了不起啊！是是，啊，哦，有学问，学问家都楼了，楼像话吗？您这什么体格啊？我前些日子没少写东西，这些日子净写电视剧了，电影电视剧。哦，您还写剧本？给你找活，那还好，何德不挣钱呢？行行行，前些日子刚写一个，哦，卡拉是条狗。写个续集，哦，您给那写一续集，你演写续集，是什么名字？于谦是个猪，哎，好，像话吗？啊，不演这个，你火了，火什么呀？他根据人物走，大伙儿瞧瞧这脸长的，啊，跟车祸现场似的。我招你了是怎么？适合演这个，那也不演了。有事我提拔你。那行，有必要事我们这行，我们文人墨客接触上层社会比较多。哦，知道吗？好好好，您是文人，文人啊，正经学校出来的。哦、哪学校毕业呀、啊？不是您正经学校哪学校毕业呀、啊？看吧，没谱。有啊。您有谱您说呀，哪学校毕业呀？有机会，有机会告诉你。这还找什么机会呀？这你这么些人问回和你抹不开，你知道吗？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您说说您哪学校毕业？这怕什么？你看这跟抬杠小能耐，你知道吗？我见多了这个人。我这没有抬杠的意思啊，我问问您哪学校毕业？这有什么呀？我啊，清华。您说清楚怎么这意思？哪儿？清华。听清你们这听不清楚，得咬字清楚一点。哎、你这怎么回事？你兔子不真的啊？你什么叫兔子不真的？你这清华哪学校？清华。吓死你，知道吗？不至于，清华大学毕业啊？不，清华不是清华大学吗？清华啊，对呀、啊，是清华，海淀清华大学。别问了，进清华。这您是怎么还不让问？我跟你不过这个，这没有什么过不过，不是海淀清华大学吗？不是海淀的，不是海淀哪儿啊？虎王桥。虎房桥，虎王桥，清华，清华，清华池吧，澡堂子呀。你后头，烧锅炉，还往后头，那就倒脏土。哎，有完吗你们啊？澡堂子后边烧锅炉，锅炉后边可不是倒炉灰了吗？就讨厌你倒霉模样，瞧瞧。清华大学，别含糊，谁含糊了？清华大学，我说了怎么着？你弄死我！你弄死我！没人弄死我，清华大学的。人家你到我们学校打死你！我告诉你，我至于吗？我啊，你跟文人来这套啊！我干嘛呀？我没带着刀，今儿我告诉你，这文人肚子不带刀，知道吗？知道吗？清华大学怎么了？清华大书法家啊，有学问，到哪儿去求我写字？哼，谁写字？书法家，大书法家，好，到处都有我的字儿。是啊，哎，中国就俩人写字写多啊。嗯，一个是刘炳芬。哦，对，完事就我，他死了，现在就剩我一人了。啊，您也写字写得多，都是我的字啊，留您的墨宝。到处都求我写字，都哪儿啊？你看，就那个哪儿都有，是地儿我说不上来了。什么字啊？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都
厕所里头啊，他们拼到我那字儿，人家拼这字儿干嘛呀？那个大地儿写的那个啊，那个对联儿，心往一块儿想，嗯，劲儿往一块儿使，哦，横批先拉后擦，还是厕所吗？不是厕，还是厕所呀？讨厌，你看你跟这没文化的人没法说话，你知道吗？嗨，这字儿可不就在厕所里看得见吗？厕所就是写字儿啊！不，您等会儿，您甭说了，大书法家，知道吗？不请我给人写字去，知道吗？行了行了，书法家就甭来这个了，知道吗？我问问您啊，请您平常写都在哪个画廊啊？画廊，我们不上那儿卖去，我们上那儿买去，你知道吗？外行，知道吗？他哪见过这个去？倒不是外行，我没想到文人还有这么一爱好。文人也是人啊。啊、你等会儿吧，大书法家没有，不是、啊、不是发廊，那什么画廊？谁画那玩意儿啊？我画过狗，不值钱那玩意儿啊，没有要的，听着不上画廊去。我那个小屋里边，那能卖多少钱？街上，十字路口，大街面上，不呀？是啊，呵，面向公心。怎么还面向工薪写字多少钱、啊、不一样，这个玩意儿哪说得准去，包括我们这收入来说也是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月份啊备月，这怎么还有备月，非得是年薪，要是庙会发了财了，接早上起来就忙活、哦、忙活了下午四点来钟手都写酸了。您这一天得写多少字？写字儿可不论个儿啊，外行了、啊、我不懂。别去、嗯、论套，论套，哎，怎么还论套？论套，你讲了弄啊？对对，裱好了的。哎，对，这裱好了弄得了、哦，一套一套论套。哦，论套，这一天写多少套？那哪有准啊？看来多人求字了，是不是？哎、要说忙活啊，今儿早晨起来忙活，保不齐百十来套也是他。嚯、哦！要说今儿不行啊，嗯，三五十套。哦，那也不错呀。就不是，对，挺辛苦，您挣大钱了？不是，什么大钱？反正说卖一百来套吧，就这一天能挣个二百来块钱，差不多。好，交完管理税，能剩个二百块钱吧，就算是吧。您先等会儿吧，人家的字可都令尺，一尺就好几万。外行，在外行，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啊，我们是面向工薪。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个大书法家去世了啊，起诉啊，大书法家。起诉什么价？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各位拍拍良心，这甭拍良心，人家那字儿那口感，说实在的，是吧？您说那是起诉，还饼干有没有？那更便宜了，就是什么便宜？嗯，起工，起工吗？起工啊，他去世了啊，他那个字儿很值钱的，那我们之间不比。哦，这行之间不比啊，你干你的，我弄我的，谁别搅和谁。不比可以，哎，您面向工薪，您这一套多少钱呢？两块。你要多了没人吃，没人买，知道吗？要多没人吃，怎么含糊啊？这就卖多了不行，这就面向老百姓，面向老百姓。哦，面向工薪，哎，面向工薪。您写这一套字儿啊，得多长时间？嚯、哦，这是功夫眼儿，这是功夫眼儿。哦，这个怎么也得二分钟吧？我手算快的，二分钟。当然，这个跟字台的温度是有关系的。怎么字台还有温度啊？字台的温度啊，这手使着笔，这方方面面好多事儿，挺麻烦，是啊，挺麻烦的这东西。那都怎么个程序？您这，你看您这挺麻烦的。啊、您早上起来把字台都搁好了啊，字台这边的课本都码好了，哦，这边是我那砚台，一个个的砚台，把我那笔宽笔，小宽笔，宽笔，哎。普通你们那笔干不了这个，不行，这么长，头这么宽，拿起来得血，你知道吗？一个月当玩使三四把，我手劲儿大，我就那么废笔，废笔给的多，你知道吗？废笔，那我程序您说说，跟这早上起来，我还没睡醒呢，嗯，但你得出来呀、啊，出摊啊，你就等字儿的，哦，把我的字台搁在这儿，擦脸，啊，
这等着，这才洗脸。干满了啊！张奶奶、李奶奶、王大妈都排着队，拿小钳子在这站着。求字的都是老太太，你不一样，有男的，有小孩，上学的孩子们，走到这儿来套字儿，有这个哦，也有，知道吗？这准备好，你几套？两套是吧？我有一夹子，拿夹子把钱夹过来，我不能拿手摸那钱，钱脏。对对，哎，夹过来搁在这儿，有一盒子里边零钱，自己找，自己找，找完了零钱，我开始给他先做纸，做哎哎。郭先生，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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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写字这东西，不行，别拉架子了，您先等会儿吧。啊，怎么还做纸啊？对呀，您不买纸啊？耶，这不会过了，宣纸啊？完了，那不灵，他们不是干这个的，咱这纸都得自己亲自做。哦，做纸，这个字儿最后这个口感取决于你这纸。怎么字儿还有口感？你看，你这那不太不了解吧？我不知道，您说说。我们有一大盆。我们这些个做纸的原材料，做这叫面巾纸。您拿面巾纸写字啊？你说那小方块，对，这么大，五毛钱一包，拿着擦脸。对呀、啊，那个那是纸。您做的不是也是纸？我们这是纸，知道吗？怎么个纸？要亲命了 啊！您说说，行没法说。您细讲。我用盆里搁着面啊，知道吗？面蒯出来，搁在我字台上，搁好了，拿我的工具啊，啊，工具这样的，知道吗？嗯、啊，带一下，这是万字力，完全是万字力，知道吗？是吧，那必须得匀是啊，完事这当中要搁上金，搁上金，不搁金这口感差着。哎呦，搁金子，您这不是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就是搁完之后使这个纸啊成一种金黄色，金黄。过去有这个，过去老先生们写字有不搁金子的啊，不搁金子那套叫素的，知道吗？啊，素的那是。您这是带鸡蛋的呢，哎哎。鸡蛋来啊，嗯，拿我这工具啊，看见吧，哦，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哦，当中啪一磕，两边一分，唰，何其壮观，嗯，拿着工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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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环弄多碎了，嗯，这么一转啊，必须要匀，哦，必须要匀，万字劲儿，人转呐，都得转，哦，完事儿这差不多了，赶紧翻，不翻个就糊了，啊，对对对，影响纸的质量，嗯，翻过来，哦，打这边也行，打这边也行，嗯，跟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两边是马克本的地方啊，拖着下，别碎了啊，这脆，这脆是吧？那就叫薄脆，知道吗？那不叫克本。好了啊，卷得了，这都准备工作完了。嗯，呵，我这笔就拿起来了啊，排笔，这手刷子笔，嗯啊，研得了吗？早研得了，嗯，这个墨要稠一些，发褐色，要亮，嗯，要甜口的，知道吗？对，甜面酱嘛，蘸得了，哎，歘。够不够？你自己说啊！啊，你再要还有，知道吗？哎，看口轻口重。哎，走，抹完之后，哎，把这杆笔撂下，好，抄起我这杆朱砂笔来。啊，要朱砂不要？要朱砂不要？快说，快说啊！朱砂就有，单有一个砚台搁朱砂的，搁朱砂的，红色的。对对对对，上还有籽儿。太对了，太对了，辣椒，那就是。我得了，嗯，转好了，拿过纸来，这一套算是裱完了，是吧？啊，哎。嗯，接过来他走，我们写字儿。哦，就这么写，写字儿。哦，您这叫写字，写字。您这叫摊煎饼，您这叫煎饼像话？可不是嘛，您这可不是就是煎饼那套活吗？你懂什么？你哪见过这个你？你啊，你长学问去吧你。嗯，告诉你，你瞧不起我，我们这儿净来高人。净来高人，还来高人啊！当然了，我们天天我们这学生们写功课的时候，净接触国内外这些个友人们。对，谁不吃煎饼？煎饼干嘛？文人才子，这些墨客都上您那儿去。香港有一个人叫金庸，哎呦，这大文豪啊，上面来过。哦，认识金庸吗？我就不认识。北京人呢？啊，对对对，老北京人呢。我但是久仰，家里姓扎。啊，对对吧？扎良庸，扎金花。哎，扎良庸哪儿啊？我总以为扎金花是他，是他。没有，不是啊，不是。知道我们这有高人，北京城有一位书画界的奇才啊，郭德纲老先生。啊，老先生，金庸一听这个，这咱们得瞧瞧去。这是金庸吗？这没错，扎金花都有这样的。
您说那还是扎金花啊？来吧，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奔六里桥。嚯、哦！下车之后知道吗？完事坐三百。哦。然后倒车到和平门坐地铁，奔我们这儿就来了。这扎先生还真熟。扎先生一来，我们同学们都忙着呢。啊、嗯。瞧，哟，扎先生啊，对，金庸啊，啊，对对对，推着自抬都过来。先生来。回来吧啊！干嘛争买卖去了似的？争买卖干嘛？您尝尝这个。嗯、啊，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哎呀，您好，您好，哈哈。哎呀，金圣人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可以称得起是蓬荜生辉、茅房天才啊！啊，好嘛，茅房什么事儿啊？这个欢迎您来里边，请里边请。嗯，同学们都排好了，金先生站在上面，很高兴啊。嗯，哎呀，不错呀，同学们。早就听说北京城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哦、尤其各位才子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哦、据说了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嗯、老范丹老祖把粮帮借了米借你们借的周金没还完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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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这金先生还唱过快板是怎么着他是香港丐帮副主席你知道吗嗨甭提那事儿了高兴啊今天金某人得见各位高才、嗯、有意与各位先生一起以文会友，不知道贵校校长可肯赐简否？嚯，打算不打算赏我这脸？您看人客气，校长点头，好，就依金先生。哟，多混蛋啊！你看看啊，要不是有外人，我上去我就抽他。这什么学生啊？您这人家金庸是文圣人呢 啊，还能跟人家班门弄斧吗？那倒不敢。可是校长答应了，怎么办呢？哦，赶紧吧，一个个把字台底都捅开了啊！先把火捅开嘛、嗯、拿过盆来做纸吧怎么办呢是吧金先生等着了 啊对给头乐乎的赶紧吧校长还偷偷摸摸的说呢嗯、哎你那个纸脆点啊你就搁俩鸡蛋、哎、那个莫言英的女人啊嗯呵金庸不是四川的别搞嗨您就说辣椒多好一会儿工夫都得了啊一套套装裱完了啊、哦、金先生您尝尝我这套您尝我这个啊、哦、金先生两手一挥哎各位高才不必如此、嗯、每一套金某人都要吃掉都要看掉啊、嗯、这新先生饭量够大嗯拿我一套来不行这墨研阴了啊、嗯、这就是面稀了嗯这不灵这个那个哎这纸的脆度不够啊鸡蛋多了吗呵这齁死我了这个啊严格多了都不行啊吃来吃去看来看去啊您最好把它说清楚了 看来看去看了四十多套之后、哦、终于看到我这套了您这金先生拿起来吭哧吭哧三口就都吃完了嚯、哦、哎呀此天华汉是哪位高才大笔否这就问谁做的就完了啊我赶紧出来了区区、嗯、不才然也、啊、能照此再来一天吗嗯，他怕我有枪手，这怕什么？我跟您说、哎，咱们这东西绝没有赝品，是我亲手写的啊！您等会儿这面还够，他再来这儿，又一套，弄得了，给金先生又弄一套。嗯，金先生高兴了，一边吃一边吧唧嘴啊！哎呦，正吃着呢，金先生身上传出一种声音来，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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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剪子抢菜刀的。手机，喂，嗯，喂，靠，小灵通，行，金先生也用小灵通，一会儿，这边又响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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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这味儿，喂，啊，哦，董建华先生，对，这接通了，昨天没充值啊，啊。现充值啊！对，我是金庸。喂，要亲命喂！啊，喂，信号不好。喂，哎、对，我是金庸。喂，喂，要不怎么叫移动电话？喂。这我听听，早站这儿多。好，再见。怎么回事？挂在腰上，这有一皮套挂好了。贵校校长哦，金先生，您说吧，是方才是特首董建华先生打来的电话。嚯，现如今呢，在我们这个香港地区，缺一名超等总理。嚯，您看看哪位学生能去呀？校长说呢，你看我去吧。哦，金先生摇头，我行不行？你连字台都没有啊？你去不了。是方才这郭俊德纲
我看他了不起啊！您人中的龙凤，我看他去是定冲此任，让您去。校长说：“那他去吧。”坏了，要我亲命，我哪干得了啊？哎，超等总理不小了，那小什么呀？他不是总理，那怎么回事？抄起铲子等着，总也没人理，还是摊尖子呀？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两个演员唱的多好，对啊，是红灯记京戏，唱了七八段红灯记，没别的，好啊，啊，年轻演员不错呀，好啊，是不是啊？说得好，我们这个兄弟来说吧，啊。给大伙表演，也是小兄弟。没有啊，等会儿，你还没问岁数，我大，穿多大号的？这鞋呀，你说你大呀，你穿多大号的？我岁数大，几岁口？不是，张嘴您瞧瞧，你几么大几啊？您会说人话不会？你大吗？几大吗？大吗？你几岁？多大岁？您就问我多大岁数，是不是？多大岁数？要判啊？不是，你多大岁？多大岁数？多大岁数？37了，兄弟。我兄弟，小兄弟。您多大？32。拿起嘴了就说：“这是兄弟啊！”这小兄弟说：“别说了，别往下说了。”哎，等会儿啊！您是兄弟，不能，我是哥哥。别闹，这闹什么呀？他不识数，干嘛？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您先别忙着损人，我告诉你啊，哎，这我是哥哥，您是兄弟，刚才您都说了，你先搁下吧，你别闹，你是谁哥哥？您小，您32，我37，先有的我，后有的您，这还有错没有？咱数，数，这还怎么数啊？你多大？我37啊。你37啊？啊，我32啊。啊，30、31、32，有我了，还没你呢。33、34、35、36、37，这还有你，我兄弟。按您这么算是先有的您，哎，后有的你爸爸。哎，这可不对，不是不对，按您这算法，先生出来小孩比谁都大，是吗？我可很尊敬你这行啊。咱讲理啊。这也就是说，我有气量没气量，就凭我一伸手，咔，你完了，知道吗？您干嘛呀？知道吗？什么一咔我就完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个跟您隔着行隔着山的，我，对吗？隔着行隔着山可以，您别逗，您谁跟你逗？我说的实事儿，也就遇见我了，遇见我们同行的急脾气，啪一下子你就完了，您这行人坐轮椅了，知道吗？知道吗？您这行人怎么都那么大脾气？那当然了，您什么行当？练武术的。说理去，我是练武术的，练武术的嬉皮笑脸的呢。真的，咱是说实话啊。您先等会儿，您先把架子放下。您不就练武术的吗？耗腿啊，练武术这么耗腿啊？早晨起来啊，哎哎，行了，哎，甭耗了，耗30年，你琢磨那了得吗？耗30年才这么高啊？还得长呢，一年长这么些，一年长这么些，这多的能找到上头来，知道吗？练武术的哦，练家子，我是个武术世家，哦，我父亲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讲究是高来高去，了不起的大英雄，有能耐，江湖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哦，你爸爸是飞贼。这讨厌了，不许开玩笑啊！草上飞呀、啊，这可开玩笑了。不是，我这轻功盖世，草上飞，就这个二楼啊，一垫脚就上，知道吗？哦，打那边奔那边，一个跟头就过去，没有拦得住他的门，没有挡得住他的锁，知道吗？还是贼呀、啊，贼干嘛？怎么锁都上来了？什么锁？看看都能弄开，知道吗？开锁的，哪怕银行那锁，瞧瞧，啊、弄根芹菜就捅开了。哇！这么大搁这儿了，这么大能耐啊！好，一辈子所生我们弟兄两个哦，我还有我哥哥，
那可不是吗？哥俩从小我父亲教我们啊，我先教你们打基础，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绳绳的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全练过的。嗨，行了行了行了，练过了。铁裤衩您还练呢？刀枪不入铁裤衩啊。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你这嘴有毛病啊。谁嘴有毛病？铁布衫，铁布衫差不多。铁布衫差不多，这俄语发音不太一样。嗯，这是俄语吗？这个打完基础之后得投名师访高友，外边学去。这行跟说相声一样啊。怎么？你像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我儿子要是想学相声，送到外头去，你们最好往外头比划啊，外头比划，送到外边去，因为什么知道吗？自己人下不去手啊，练功很刻苦啊，很早晨起你让他耗水，你忍心吗？这也没什么不忍心的，搁在这儿有什么不忍心的？说这意思啊，投名师访高友找吧，嗯，最后啊。找找我的老恩师，我还很尊重老恩师老先生，怎么称呼啊？韦米。哦，韦米和尚，江湖上都知道，哦，得道的高僧，世外的高人。对，韦米高僧，好好好，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儿，这个地名叫胡岭儿。住胡岭儿，那地方可没出什么练家子。老人都知道那地方净卖粽子的，我拿江米砍死你，您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那儿住都卖粽子的，卖粽子的多。胡闹是吗？知道吗？就跟你们曲艺团宿舍楼似的，这一楼住的人都是说相声的吗？也不见得，还是 AAA 呀，对吧？老恩师住在这儿，隐居在这儿。哦，住这儿没人知道。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呀，看看老恩师吧。好，一进门老爷子正练功呢，跟这儿正捋叶子，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要包粽子。包粽子干嘛？捋苇叶子。哎，江湖之上练功，这儿有伤了怎么办？拿苇叶子缠一下。哦，拿苇子缠。哎，这儿一缠，我父亲一说，这俩孩子以后交给您了，没别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教他们俩的能耐。好，老头很高兴。好好嚼，不丢人。男孩出状元，干什么不吃饭？早出去晚回来，三气肺老火，知道吗？该换水换水啊。以后有功夫，哎，这得换换水了，哎呀，啊，添上水，哦，以后就留这儿吧，啊，在这儿干吧。不过以后留神，要想在这儿干，咱们得先立下生死文约。哦，这还是合同制，我们这行不一样。哦，立完合同之后，俩孩子就是人家的，就送人家了。死走逃亡，各由天命。哦，跟老师这儿学着活，学着练功，啊，刷出去拿车撞死了，这个活该。这就白死了，白死哟！我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可为了俩孩子的出路怎么办呢？行，听您的，我就写下生死合约。哎呀，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香堂，前面摆上香炉、蜡供、蜡签、烛台，哦，后边供上我们祖师爷的画像。哦，您还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啊！谁呀？屈原。哎，对。人这行合理啊，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讨厌讨厌，有供屈原的嘛，我们的老祖师爷那上边严德了墨，骗饱了笔，老师把笔拿起来，把纸摊开了，直哆嗦呀，说着容易做着不容易啊，下不去这笔一落，俩孩子命交给自己了啊，哆嗦半天，屋里的气氛很凝固，哎呀，20多分钟没人说话，你看最后老师叹了口气，把笔撂下，甭写了，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儿，那还写什么呀，不认字还写呢，我父亲说了啊，这师傅你们俩好好学，老师文武双全啊，甭提这文武双全啊。说完之后，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西南。你爸爸是狐仙儿啊？你爸爸刺猬啊？怎么一溜黄光啊？我淘气，我把我爸爸这皮袄号给点着了。好嘛，
您瞧您干的事儿，打这儿起我们哥俩留下跟老师一块学能耐。好，练武功讲究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就学学不了。对，先练什么知道吗？先练什么呀？先练这个掌。哦，掌法，先练掌再练拳，最后练兵刃。哦，得慢慢来练掌法。拿过一个大锅来，嗯，里边装的都是铁沙子。哎呦，拿你这个手掌去插这个铁沙子，铁沙掌。哎，练到一定程度了，手就有劲儿，就插这铁沙子。但是刚开始不能用铁沙子练。哦，有个过程，最开始用姜米，搁好了，就光插这姜米，有石头捡出来。您这捡米呢是怎么着？练功啊、哦，练完这个练拳啊，长成了大一大锅锅了，里边都是铁豆腐。哦，拿手在里边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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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这个掌的摩擦力。你看看，刚开始你受不了啊，哦、还不行。哎，先不用铁豆子，刚开始用先用红小豆，拿水泡完了，拿手叉叉叉叉叉叉，为了这个摩擦力，里边加上红糖，知道吗？您掌练成了，拳练成了，您这豆馅儿也揣成了吧？讨厌，练功，您这是揣豆馅儿呢吗？这不是练完之后要练兵刃，哦，练齐眉棍，拿起棍来院子里边打人行吗？不能行，先打树。哦，找一大树，嗨咔嗨咔嗨咔，打三下搁着，怎么写完三下就歇着？有规矩啊？什么规矩？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嗨，这打枣的呢？练功夫是练功，这练什么功夫啊？每天跟老师一块学，很高兴啊！啊，老师也教导我们，嗯，好好练，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知道吗？什么呀，这都是？我说是，谨遵老师的教诲。嗯，每当听了您这些个正义的言辞，嗯，我内心就五内澎湃，嗯，希望找一个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嗨。还往下传呢，这挺好，实指望跟老师能够长久在一起学能耐。好啊，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有一天呢，师傅下山出去蹦迪去。师傅还蹦迪去？出去玩去啊！无意中碰到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哟，从见到她这一刻开始，嗯，师傅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0岁高龄的年纪，毅然决然地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嗨，好了，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找不着了。若是两情相依，又岂在猪猪肉肉？什么学问呢？您这是走了，朝朝暮暮，我们着急，我们哥俩着急啊！哦，一个是跟师傅能耐没学完，再一个你快到五月节了，这忙了，你正用人的时候，人手不够，忙啊！一天到我们俩跟院里这忙活，这天正忙着呢，啪啪啪，怎么回事？有人击呼，击呼，什么叫击呼？不知道，小鸡儿吃辣椒糊，嗨。胡解释，有人敲门，哎，门分左右有打扮的进了一大个儿，啊，手里拿着拜帖，您两位挺好的，哦，是前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让我们登门求教，把您二位接过去，有要事相商。嚯，哎呀，你哪来的也没有功夫走啊，现在知道吗？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们很忙很忙的，因为什么呢？您这还包着呢，是怎么？行了，不在，别瞪了，知道吗？行行了，您就别瞪这馅儿了，就练功，还捆呢你，练功，练功呢。啊，不是您得去，现在有要事，车都预备好了。哦，来车了，你瞧，车来了，咱不能不去吧？去吧，喊我哥哥把那火封上，走，咱走啊、哎！别着了，把那端下来啊，那拿凉水拔上。对对对，转身出来，嗯、啊，车在门口了，大个等着了。哦，太客气了，哥哥来，你上那头，我上这头，嗯、啊，一块上，省得翻，一个轱辘不好坐，你知道吗？独轮车呀。没给您烧50斤姜米了呀？我这边他那边，啊，大个拉起车来，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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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前门。好，去吧。来到这儿了，啊、老掌柜带这些个英雄好汉都出来迎接我来了。哦，里边请，里边请。迈步来到院里瞧啊，正当中这是一个2层楼，哦，两旁边黄土都铺平了，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家伙。老掌柜高兴了，嗯，二位呀，来呀，咱们楼上饮酒吧，吃饭，让我们上楼。啊，这会儿你要是走楼梯，这可是丢人的事儿。怎么？怎么办？哦，起飞智冲我哥一努嘴，嗯，我哥哥一
伸手由打怀中掏出暗器，直奔东南角，啪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嚯，老掌柜听好，咱们追他，呼噜呼噜都奔东南角。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您就这么上楼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哼！您就带这玩意儿，我说上来呀、啊，上来！你不能走楼梯啊，让人笑话啊！还切个人家呢！老头一个跟头上来了，嗯，是大牌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间，楼楼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吃吧，来吧，还管饭呢！喝，甩个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切了切了，哎呦呵，过来吃，吃饱喝足了。老头一指楼下，来吧，二位，楼下过过号吧，过过号，楼下抻练抻练，哦，得练。一个跟头他下去了，我们哥俩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来好上，下去再扔粽子不灵了。就是啊，到楼梯口一踹我哥哥下去，咕噜咕噜，我赶紧追，哎哎哎，嘿，就这么追下去了，多聪明这玩意儿啊！嘿，这是聪明吗？这来到楼底下，老头说：“你们哥俩谁先练呢？”啊，我哥哥说：“我来吧。”他练，一伸手抄起一杆大枪来。哦，今天给大伙练一套六合枪。好，六合枪不好练，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家一地方啊！这不好背啊，一来就背错了，知道吗？没听说过，就这么一句没不好背。刚要练，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嗯，我哥点点头，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得出什么气儿啊！我来，我练。您呢？见过刀，见过枪，你们都见过。今天你们没见过刀枪并耍的，哦，一块儿来。哎，一手枪，一手刀，让你们瞧瞧我的真能耐。好功夫！一伸手，抻起一杆大铁枪来，掂了掂，120来斤。嚯、哦！一掉个枪烟冲下，扑杵了地上。嗯、老爷子，扶着点，我挑口刀去。再拿刀，老头真听话，攥着这大铁枪。哦，那边都是刀，挑去吧。啊，找吧。我来到这儿找，找来找去，找着一口刀，呵，太好看了，分量也合适，搁在手里要攥还没攥出来。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子，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啊，咔嚓。一个雷，再看老头跑了你这样。嗨、啊，您这招太损了。老爷子有意思啊！啊，得扶起来，扶起来。早知道给你两杆枪了，就是。那就劈死了，那就得了。那我只练刀吧，好吗？啊，就练刀吧。今天练刀，嗯，把刀抱在左手，上看刀尖儿。下看刀穗儿，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是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刀，哎哎，您这，哎，你非死这儿不可是怎么着？夜战八方往哪儿？哎哼，哎，从哪儿啊？藏刀式，你就甭使这架子了。老头挺高兴啊，相逢二位给我们保烫雕，咱后面验验镖吧。验镖，大哥来到后面一瞧，嚯、嗯，一个个老窝瓜里边装满了金银财宝。哦，这叫暗镖，暗镖。哎、啊、呀，现如今这趟镖不好保，你们哥俩辛苦一趟。我说没问题，马上就走，咱们是即刻登舱，赶紧走。东西归置好了，我们哥俩进餐可以小型夜宿。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康庄子，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堡康庄子，张家口下花园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您就在康庄子这儿了吧？我就往前走了，就这儿瓷实是吧？瓷实也不能这儿站了。这会儿天可就晚了。啊、我哥哥问我兄弟，咱是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您这走饿了，我这边辞职是吧？对对，行了，依着我哥哥要住店，我说那不行、啊，咱们抓紧往前走，事儿干完咱们再歇着，好，好不好？行。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着朦胧夜色。哦，正往前走，耳听得吱吧，就见声响，苍啷啷，一棒捅我，原来是杨彪自立了啊！哎，你听我这普通话怎么样？啊，您这啊，这是普通话呀。两旁边雁别翅排开，出来一对喽啰，正当中出一黑大个儿。嗯，这大黑脑袋往这一站，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在，要打此处过，脱下裤子来，脱裤子，大胆责人，不光劫财，他还要劫色啊！一个人打都打不过，我这哥哥，咱俩人打了吧？打的努嘴，我哥上去，两个人一块打的，刀来枪去，枪来刀往，眼瞅着瞧一破绽，我心说小子今儿就到这儿了。嗯，刀拔出来，咔咔一下子，脑袋地上翻滚，我这嚎啕大哭。你哭什么呀？把我哥哥宰了。各位啊，是说的不好，傻卖
凉一些，还净出汗。那人家我，他那汗不出都痒着。我这痒汗是怎么着？怎么说话呢？这是多听相声有好处 啊！尤其现在什么网络媒体啊，方方面面的、很先进。大伙儿听相声不见得非得上剧场，网上也能听，买张碟也能听，是不是？很多渠道啊！现在国家发展的很快，尤其前年、去年有几件大喜事儿哦啊！尤其是去年开始，前年国家允许载人了，现在什么时候啊？我希望第二个载于谦，载完于谦载我，不是？干嘛呀？载他们逃事儿。什么时候允许载人了？载人呢？载了一个了，在你之前载一个了。什么的？有这事儿啊？杨立伟，载了吗？嗨，什么呀？载人吗？载人飞船？对呀、啊，弄到外边载了的，对吧？正字念载人。我很喜欢这行业啊。啊，我如果说能干这行，我听说又快了。哦哟，往外边载人去了。往上发，你希望能宰了我啊？您，我也不说相声了，上天了，我宰了，那也好啊，好多好，嗯，但我去问去，他们现在据说不要人，得培训，啊、那得练。说这要让他们挑上，这一个月还不得800块钱工资，药费都得报吧？啊，您穷疯了是吧？车去估计能给报，你信吗？您要有这心就够呛啊！我自己先练练。先锻炼哦，下功夫。门口小花园里边，小孩们都坐那转椅。嗯，下去，都下去，下去，干嘛呀？那宇航员来了啊！锻炼，特模宇航员。推我，别走，那胖子回来。推我，推你。小孩们推一圈一圈的。嗯，40来圈，停。嗯，别推了。啊，我那胆吐哪儿去了？好嘛，胆都吐出来了啊！练功嘛，这玩意儿据说还得练那个运高。啊，那恐高症不行，得高最高地往下看啊！我住京广跟前儿、哦，这行吗？上京广，上京广上面得往下看，锻炼吧。这倒是，爬楼，站上楼高啊！嗯，正看着呢，来四个警察，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兵去。谢谢大家啊！这个相声好多都是编的啊。对，刚才这也是编的，到这儿就全是编的了。但是有的事儿是真的。你看前两天于老师交了几个朋友，这个挺可乐。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交朋友就是说相声。对，除了说相声，唱戏的也认识这个。啊，他竟认识那个高人，世外高人。对啊，那天认识俩，认识一喇嘛。哦，打西藏来喇嘛，戴一黄色的帽子。嗯。穿一紫褂子，一见人挺客气，咵，磕长头。啊，人说了，哎，我你借我使使，我新搬的家那地板脏着呢。把喇嘛借你使使。哎，俩有一天都干净了，知道吗？他不借，骂我，你这不懂啊，人高人啊，圣僧。对，那叫五体投地。后来他又结识一和尚，有人得道高僧。打哪儿来的咱不知道啊。那天还弄着俩和尚，一和尚一喇嘛，出去玩去，开车。仨人出去玩去，到河边了，把车停下，哎，来船，有小船，船划船，好啊，喇嘛和尚跟他仨人划船，让我们当西船，小船儿这样唱着呢，仨人全知道，到河当间了，停下来了，聊天吧，喇嘛给他讲西藏怎么回事，跟佛教怎么回事，和尚给他讲云游天下可乐的事，他给人讲说相声的事，说着说着，人家喇嘛说了，我有一件宝贝。这是想当初啊，我在西藏那儿活佛给我的，我给你拿瞧瞧去啊！站起身来啊，从船上站起来，这船上到岸边20米，哦，站起来就往水上就踩，知道吗？嚯，这愣走下去了，这叫登平渡水，走到岸边上车拿东西，趟趟趟回来，哼，咱们光看过神话电影啊。这个一般人没见过，这是好，这多神奇，很神奇这东西。回来了，看看和尚也乐了。我那有一张星云大师的照片，好，你们也瞧瞧吧。和尚也站起来，顺这个水面呀，就踩着水瓶走。哼，一会儿拿回来了，拿这儿。哎呀，于谦很羡慕，我能学这个吗？俩人乐了，心诚则灵。哦，得信这个。他乐了，我车里有一张牛振华的相片。我给你们拿，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站起身来也学人家啊，咚一步就到底了，啊，咚下去了，咕噜咕噜冒
泡，嗯，仗着水量好，咕噜咕噜往上来，水量啊，水性，水性好，嗯，上来，站在这儿，我还得来，沉心运气，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全信，好哟我，站起来又奔着水面，噔噔噔噔噔，掉底下去了，啊，又掉底下，赶紧往回游，游到船边，听这喇嘛跟和尚俩说话，啊，给和尚说了，哎，咱是不是得告诉他这石头在哪儿？有一出京剧叫《桑园会》啊，好，其实相声演员都会的，对，唱起来很好听，是西皮流水版。您唱也叫马蹄筋呢，您唱一下。秋胡大妈问家乡，行人路上喝把地呀忙，坐里吊鞍勇木王，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迎儿好似罗布女，后迎好像我妻呀王，奔当乡。唱的好听着呢，唱一唱。听我呼问，打马河奔南家的李雄爷，那个鲁萨和马八丁啊，爹自己撒下了贫呢。南都一文银色上，偏家偏爷偏货偏我偏再要偏妻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问，在后堂死了别呀，咋个妻呀？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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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爹爹爹，大丈夫妻呀。不知热气呀，战死在两军，真是如梦风不敌。不知为犯了帮啊，早就犯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是哒哒哒滴哒噔啊哒啦滴哒。三国战将勇，手提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什么一打一呀霸谁呀，一打一呀霸谁？抬抬一抬一抬抬呀，抬抬一抬地平昌。三国龙王眼尖叫造型鬼心呀，穷马呀一眼瞎打。龙血心眼发疯大，后边的虎下青山王炮腰藏雨带肚塌草血坐怪太朝里，太朝上飞的家呀，看着木须看着大刀的须刀会挑你，像一本来的咱呀撒好院里呀，展现着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蓝白衫儿呢，腰系着这个百宝袋儿呢，头上编着骨头袋儿呢，脚下穿着整个袋儿呢，老头儿小方儿上上上上老方儿呢，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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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柜帘里，前眼儿好像个裸子女，后眼儿好像个发个气，卖那下钱讲气。一万六千多遍啊，黄鹤楼来晚了，今儿上午有给大伙儿唱一遍大实话吧。好，这是我们一个保留节目，对对啊，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啊。说天亲，天也不算亲，